然后因为现在灯光现在是2月15号，现在已经很远，现在已经快六点了，所以已经变暗了，慢慢的变暗了，大家要回去吃饭了，要回去吃小吃的。我因为我们的晚餐是几点啦、啊？8点，嘛对，8点才开始。那这个暗的另外那一边呢？这雨感，现在夜晚了。大家回城了，他是在鸭子前面卖的。今天的城墙很美，暗暗的，很美的。所以等一下可以去汉神逛一逛，好久没有去汉神百货。我联名卡已经办了快要20年了，旧卡也。